做偌久？我做两家店。两家店啊？啊，几个人在做？我含阮某。两个。两家店，那有法多收挂吼？收到啊？安怎呢？拢按内讲吼，就是爬起来。对，红来米是红来米，是吼。我红来米，红来米的品种改良吼，你按前几年换一遍。过一冬，啊过一冬，啊贵重就换门进来。哦。都差别太坏。这是迄啰，这个。无好落去做。关迄啰，农业企业做迄啰，迄啰。改良的啦，台湾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即摆有人讲起迄个大屯山遐，迄个王万正就是伫遐咧食，伫遐食的啊。你做是不是？这历史恁无大知吼。就是我们老街哈，就是我们尖沙咀，这里两个最后就是我们快车，啊，前面那条街，因为这里家里做平房，所以菜来那个摩天哈，我们家里常常去家里吃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前面要安排深一点，来，圣诞在我们前面右手边安排深一点，圣诞再来。哦，足好诶！哦，真正。你是也唔捌来是无？你讲话。150吨咧画，啥物富士山汽船小火车？是真难诶！我那内面这表诶，拢要原始观光客来吃。我特别爱介绍，就是介绍一款咧七百，一款。这是。一款咧，这七百我上爱介绍。这百就是什么？你看你来陶朱公的十二节奏。中岛，我看下主办家作家是一张相哈。好好，来，再切个来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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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比较。哎，切了真下着微微，哎，我是甘州县。哎，切了哦，切了人够欢迎的。够欢迎。这你我打。点心叫人吃的，挂住我饭啦，啊，哎，啊，这就是哦，迄种洗衫啦，因为较早阿嬷吼，拢伫咧水沟咧洗衫吼，所以特别吼跩做互因体验的啦，哦，即摆少年人唔知影讲哦，啊，阿嬷洗衫咧，唔知影感觉，所以来蒸咖体验蒸咖，一家小姐接话嘛。快前个月就是去屏东啊，啊高雄啊，甲看卖，啊所以今仔日就是来个台南嘛，来看咱台南嘛，啊明仔载来嘉义吼，哦，我有一个观念啦，实在讲啊，我的看法就是讲，台湾应该是台湾人来做主，台湾应该都有自由甲民主，做台湾人做唔得咧吼。啊，拢来都互人管，管到你实在讲起來，啊，这个战后啊，搁啊厉害啊，哦，哦啊，实在讲起來呢，啊，搁无正正确的一挂代志呢，啊，我是讲好，机也有机会啊，为了台湾都要拼一下才会使，啊，想袂到吼，想袂到讲我会做总统啊，实在讲我毋捌想到呢。既然也是安尼，应该就对台湾或者台湾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安尼，予伊有一个自由的生活、幸福的生活，这我想真重要。蒋经国迄当阵就是开始呢做行政院长啊，行政院长的时候叫我做伊的政务委员，啊叫我做啥物呢？就是农村改革的这工作啊。底下就开始啊，有机会来，应该就开始大大改革的。肥料外国制度取消，电费取消，
恁即摆嘛唔免立电户嘛，对唔对？啊，你是哈？租地税也无唔免，哦，租地税是农村的收的租地税，租地唔免扣租地税。啊，佫一项啊，恁土地也买卖嘛唔免征纳税啊，对唔对？拢唔免啦，真大的变化啦。现在吼、哦，农村的最大的问题吼、哦，就是一寡即个生产品。比如米，我拄仔有咧讲起吼，较早哦，一个人40年前哦，一个人食135公斤，即卖所有的少年家啊，拢无爱食饭呢，你知不知？咱遮的即个米的生产呢，我拄仔看迄田哦，迄稻啊哦，过甲真水啊！实在讲起来，北部倒来其他所在无像人安尼过甲即落体，即慢慢的即个代志本身呢，咱家呢，后边乡哦，有出一个啥呢？养鸡大王，你知影吼？啊，迄就是一个出路啊！要行一条新的出路来解决呢米的问题本身。啊，你讲叫大家米食较好，我看你的米上好没有这问题。但是呢，小看卖一寡农民呢，无迄、那个米的无法度种好的米的农民啊。慢慢的淘汰，唯一的米吼提悬起来，敢那这个黄米路的黄先生吼，这个米啊，哦，真价数真悬。啊，这个问题本身呢，台湾有啦，有咧改善，就是主要呢出口去日本啦，哦，啊，就看有日本啊，甲咱买一块米吼，去销去其他的区域。啊，这个问题本身话呢，实在讲起来。我看呢，可能都时间的问题。叫政府啊，补助咱的农民，对不对？对啊、你也要去啊，就往安尼来做考校嘛。啊，无考校，咱来游行嘛，就嘛会使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就自由民主啊！啊，你也为了这要行，我对你行嘛无要紧。我闽南的米皮哈，九南米皮哈。台南的什么所在呢？叫我想看卖，哦，迄足厉害呢！迄当初呢，加冬有法度13000公斤呢，无法度吼，真困难呢，当初。对，啊，伊零了啦，啊，我是你讲，啊，你安尼，这你是几平给你种？我不明白讲话，伊安怎讲，我老是。有啦，伊，我那是10平啊，十平，十平尔，十平一个单位。十平哦。对。有没有？咱即卖每一间学校拢有伫推展，嘿。我按较早囡仔时吼，读国民校吼，公校吼，有农业呢。对。啊，都布条啊呢。啊，都种菜呢，啊，都饲猪呢。我拢有做过呢。对不对？所以就无现在呢，无共款啦。学校的教育呢，脱离现实的，脱离生活，脱离太厉害。